难道你们还没发现吗？伙伴们，我们蛋仔岛中最大的技能竟然是跳跃。伙伴，明明跳跃技能最没用了，为什么官方把它做到最大？伙伴，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有没有在走路的时候喜欢一蹦一跳的走路呢？伙伴们，如果你们和我一样在走路的时候喜欢按跳跃键，那么请给这段视频点个赞。应该不会就我自己喜欢这样吧？我看一下有多少人喜欢走路的时候按跳跃键啊。蛋仔派对你千万不要做的事情。伙伴，千万不要随便点跳跃，千万不要随便点跳跃。我竟然发现跳跃技能有一个很恐怖的漏洞。难道你们还没发现吗？我们走进商店啊，我们会看到每个蛋仔都会给我们展示好看的表情，让我们买它买它。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些蛋仔没有一个是蹦着跳着走到我们面前的呀？你们发现了吗？大家都是走着来到我们面前的。 Yes， 没有一个蛋仔会跳着来到我们面前啊。蛋仔派对你千万不要做的事情，千万别点跳跃。我不让大家点跳跃是有原因的，你们看现在的我已经够丑了，可是当我跳起来，你们有没有发现我变得更丑了，特别的搞笑。并且啊，四小只之中最帅的小蓝，伙伴们你们看，当他跳起来的时候也会变得特别猥琐。所以啊，伙伴们，蛋仔中的跳跃技能会让我们暴露缺点，所以我才说大家千万别点跳跃，千万别点跳跃啊，它会让你暴露缺点。